哇，齐老师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居然这个船这么大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宝船分大号、中号、小号。那这个是？这个应该算中号啊，这个才是中号。对。那之前您跟我说的那100多米的是它的两倍啊，哇，那个更大。孙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舵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舵。对对对，我们看到的那个呢是10.06米的舵。这个应该比那个要小一点，因为船没有那么大嘛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朱棣当了皇帝之后，他为了把自己当上皇帝的消息传递到海外，同时呢也是为了和西洋的这些国家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，所以他就派遣郑和下西洋。在28年的时间，他们到了30多个国家，最远呢到了这个肯尼亚东非。郑和的七下西洋呢，在整个航海史上是一个壮举，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了解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。